刺激が出く可能ない視線目の穴が枯れた日常境界なんてなく出会う当たり前の軌道、yeah、いつも通りの朝がわつらて笑う正体不明のままにミステリー始まりも言わずちっと潜んでるこの街のどこかだけど今日も徐々に文句なんか言い合って日常を踊る Crazy Noisy Breathertown知らぬ弓が悪しくなら貫くやで試す可能性了解なんでない生まれるスタイルに効くんだ、yeah、臆病な怪物神は沈黙を破る味方なくらいにたまらしくそばにいてじっと目凝らすこの街の気配だけど今日も徐々にジョークなんか言い合って俺たちで踊れ Crazy Noisy Breakdown だけど今日も徐々に文句なんか言い合って日常を踊る Crazy Noisy Breakdown だけど今日も徐々にジョークなんか言い合って俺たちで踊れ Crazy Noisy Breakdown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来得好各位 ，OK， 安安，大家安安，Hello， 好爽啊！第一首就唱这个，好爽啊！救救你！神曲，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锁啊，不过我看上次没被锁，我就决定拿出来唱。上一次的原本的版本没有事情，所以我相信 EDM 版本也不会有事情的，对吧？看刚刚是不是有很多东东啊？那个，我可能要拉回去看一下哎、欸。可以来我去看一下哎、欸！我拉到很上面，我刚刚。谢谢西柚赏订阅七个月，谢谢没有名称的啦订阅七个月，谢谢一飞订阅七个月，还有什么？谢谢抓抓订阅七个月，谢谢真来订阅七个月。哦，干，很多小起点，我操，刚刚都没有看清楚啊！还有很多的小起点耶、yeah, 谢谢感谢你们帮我们发车，谢谢后头帮我们送订阅送媳妇送到家，然后谢谢扎里克艾利盖豆，你们这群代购王你们都出来了啊，谢谢小小焕、感谢你也帮我们送这个送订阅送给大家，艾利盖豆在 Master 退球好爽啊，退球好爽啊，墨染千华兑换了诶该被洗掉了靠北，诶妈的你那熊打的呀，我操差点被骗了啊，YT 我操 YT 谢谢大家啊、感谢你们在这个百忙之中，我不知道还是什么，还是有很多更香的人在开台，你还来看我阿里嘎多，然后哦你是被洗掉去你妈，谢谢夜神加会员两个月阿里嘎多，谢谢你称赞我说好听阿里嘎多，然后谢谢香颂加会员18个月，早安宝爱你见字饮水，烤肉你喜欢就好耶、yeah, 当然喜欢，越来越强了，我操！舅舅好哎、欸，没错。然后谢后头订阅7个月，这是7个月了。好的，没有名称的啦，我爱你，你要我这样念你的名字，你就不能改一个名字吗？我去你妈！
就不能改个名字嘛？名前改掉哟，妈子的！你在 Twitch 改个名字好不好？你害我这样念起来，我觉得奇怪、欸。好的，逸飞，我爱你，好哎、欸。YT 刚炸掉了，真的假的？有吗？我刚刚还在第一台，我怎么没有出事？香香，你在说啥？真的是香香，你的这个小脑袋瓜在到底说啥、啊？换了什么东西啊？好，我骂完了。鬼灵，鬼灵是什么 ？OK， 鬼灵，我买那松仔吗 ？No thank you 的。好，讲完了。谢谢 Joker 加入我们的美牌会员啊，美牌游民17个月来晚了一号，爱你爱你应该都 Joker， 谢谢。对啊，你给我变一张好不好啊？害我刚刚直接念你的名字，可是我想如果我再念一次，你就赚到两次，所以我就不能念你的名字，这是你的错对吧？没错，是你的问题。太强了。哦，他这次真的换来。好的，千华，我爱你哦。我好去你妈的。司机等我，我还没上车，快上车。然后陈太阳那一张，快上车。然后就说不要上车。哎呀，玉溪啊，你怎么了？你怪怪的，你为什么换那个？好吧，既然都换了，我就姑且念一下啊。啊，玉溪啊，我爱你哦。呵呵，爽了吧？傻了呗！啊，感谢黑黑君加我们的中二游民18个月，我操，你18个月了！我们快要，我们再6个月，再6个月，我操，哇、哦，2年了，太强了，夜华！感谢 T W D 厂帮我们换，帮我们换懒人888，谢，上车，谢谢一飞小起点。我刚刚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谢的名字没有念到，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聊天室跑得有点快，我实在看不完。对不起，但是我是很感谢你们的，阿爷豆。我也想上车，来啊，为什么不呢？谢谢顺便帮我们当代购王送订阅，阿里卡豆。没有时间了，快上车！没错，快2年嘞，好快啊，不知不觉。谢谢真奶家我们中文游民16个月啦，夜华好不好？夜华爱你，好谢谢。那你，你们那你，我还没上车啊，快上车！你们都对，好了，我跟你们讲，我本来有很多时间可以准备，就是想说啊，可能今天大概要唱哪些歌，但是因为临时有一些事情，害我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我只能先唱了刚刚那一首，那个 Crazy Noise Breaker 唱的那首啊，哈哈哈啊，所以其他歌我就是马上现在把它点开来唱，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哈哈哈上起来，谢谢富啊，你看都。哇！我去你妈那个哦，那个好嗨哦，那个变的热力来袭！谢谢顺便订阅成吉三，你们这个成吉三要讲一下啊！谢谢订阅7个月，ありがとう。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所以歌琴作为替身，精密度多少？干嘛不知道他的数据啦？靠北哦！然后 YT 这边也有，感谢千里教会16个月。花花晚安 ，YT 显示我才7个月，我好菜啊 ！YT 才是菜的，好不好？我得给他修好啦，几次啊？对不起，我们有几个会员就有几次哦。我临时去找夜花约会，抱歉啦，我去你妈的！我们就算好了，就算你这个贱人真的跑过来找我约会，我他妈也会拒绝你好吗？我会把你拒在门外，然后叫你滚蛋，或者就报警吧，让你被抓走，好吧？不要来打扰我，我是要工作，好不好？我约你妈会啊！我就快要解了，我才看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才看到那个第13话而已，就是那个会隐形的那个婴儿，那个女的小 baby 那一集，然后正准备要开始看那个第14集，正准备，但还没有开始看，所以你不可以跟我讲到底是谁。这个夜话音要低啊，靠北，不是，几个。然后谢谢，谢谢陆哥150元，阿里格多，收到，谢谢阿里格多。叶花花，以防万一，我要确定一下你明天有没有开台，应该明天没有排，明天没有排，对。好了，你每次这样说，就算我只要挖的口水把它变掉啊，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变掉一下？就是应该把它变掉一下。哪里变的裤子？花花就是低头说老婆，我哪有啊？干哪有啊妈的！我要吃姐妹豆，还开什么玩笑？不是没事，但我刚刚没有说，我没有说，对不起。哈哈哈，去读英雄课，
他去英雄科了，笑死。欸，那个不是也要出下一季了？我操，新番也要有我们的 Hero Academia 了。没有，因为我还在看《不灭钻石》，所以我不会去看《石之海》。谢听君的发生行为 ，Why not? Why? But why not? But why? How could it just happen? How could it just happen? 谢谢职业加入我们的会员十八个月。哦，好，只是因为我明天生日，明天没开的话，我就要今天丢了。那你明天下午有空吗？明天下午会开 Play One。谢谢搜铁长加入中文游民七个月，可我太晚加会员了，仰望上面一堆大佬们，今后爱游路哦。搜铁长是一个来的蛮久的一个粉丝，但是确实是蛮那个来了一阵子，过了一段时间才加会员的那一种。对，哦，我还记得，我还有印象，我知道你一直都支持我很久。爱你也多。好，这首歌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唱，我没有唱过，但是为了让大家感觉我有在练习新歌，所以我决定直接把它拿出来唱。我把JoJo漫画重看了，好爽，好好看啊，我也好想看啊，我没有时间看，我是废物，我只能看动画。赞的，我不知道，我很烂的，我没有唱过，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哦。谢谢晨晨的100个小起点，你感动。一出来就直接翻车给大家看，完美。那么在唱这首歌之前，我觉得我还是要诚挚的感谢今天来到这边听我唱歌的你各位啊，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就是我们作为 VTuber， 我们作为我不知道网红啦，这一些人大家都很在意，其实都蛮在意数字什么的啊。但是我已经很努力让自己不要去在意，你知道吗？看那个数字下降就很难过，对不对？但是看到你们还是，我们换个方向想，就是即使只有100个人，即使只有可能100多个人，或没有100个人，但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然后你们愿意在这个时间跑过来找我，我其实觉得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数字这是一个感觉击败的东西，但是谢谢你们啊，一直陪着我，阿里嘎多。统一发票开奖了，人心有机会，赶快多投一点。谢谢那个琼市长帮我们加会员十个月了，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では行きましょう。有你们才会有夜花，谢谢大家。好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唱哦，就试试看吧。さあ怖くはない不安はない私の夢はみんなの願い歌歌えば心晴れる大丈夫よ私は最私の声が小鳥を空へ運ぶなびいた服も踊り子みたいでさあなたの声が私を奮い立たせ時計が刺さってしまったならほらほら仰いで見たことない新しい景色絶対に見れるのなぜならば生きてるんだ今日もさあ握る手と手光の方へみんなの夢は私の幸せあきっとどこにもないあなたしか持ってない空ぬくもりで私は最強回り道でも私が歩けば世界わかってるけど引くに引けなくてさ無理はちょっとしてても鼻に水はあけたいわそうやはしたいことしなきゃ腐るでしょ期待には答えるのしき時代今はただ持ってると誰か
てる痛ましげに髪火を灯す準備はできてるのいざ予感最高さあ怖くはない不安はない私の模擬はみんなには重い歌うたえば霧も晴れる味方の待てに私は最強さあ握る手と手光の方へみんなの夢は私の願い人どこにもないあなたしか持ってないその弱さが照らすの最愛の日々忘れる誓いいつかの夢が私の心臓何とて最強あなたと最強あなたと最強やっぱやっぱ俺たちで最強じゃないですか。はい、私は最強でーす。よろしくー。给我第一次唱，我操！你就是最强的，我们都是最强的。谢谢 Stay 奖订阅七个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花花你真棒，我昨天才看 Red， 而且超喜欢这首歌，干这首歌真的超级无敌鼓励的，真的超强的神曲。阿花你唱得太棒了，我又要爱你了，我又我又要什么，我又更爱你了，晕，阿花最强，谢谢剑龙，谢谢剑龙加入会员十二个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やば。ショータイム、初見さんですか？いらっしゃい。はい。あ、喝个水，喝个水，阿花，喝个水，阿花，喝个水，阿花。啊！谢谢顺其家会十五个月，怎么今天大家都刚好是这个不是退席就算了，因为退席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日子。怎么 YT 也这么多啊？怎么 YT 也这么刚好啊？刚刚来看一个月又一个月有免签，谢谢，时间过得真快呢，已经十五个月，第十五个月开始了。顺其有在算自己是十四个月，好强啊！ありがとうね。还记得看完《海贼王》电影版晚餐，熊熊吃了一个500块的汉堡，为什么你还记得？25号是你开会员啊，完全不记得哎、欸，我操，怎么那么刚好啊？跟退席这么刚好吗？真正又不会 deny， 真正。我看完 Red 直接下单阿豆的专辑，那是一定要的。为什么会可以吃500块的汉堡？我不行，我做不到，我台湾的啦。那你怎么突然用那个发票可以讲没中，肯定是头太少了。哎、欸，我来看一下我有没有中奖，我现在马上现场干给大家看看一下啊，看一下啊，看我有没有中奖啊。有中奖我也其实也不会怎么样，没有中奖也不会怎么样，大概吧。来，我有没有中奖？告诉我。干你娘，没有中奖，烂游戏，不玩了，以后不氪金了。明天的我，哎、欸，我要氪金喽。真的、啊，4月25开会员的，真真又不会 deny， 真真又不会 deny。我屁都没有中啊！我现在很难过了。谢谢阿花唱的这首，我这几天因为确诊心情一直不好，躺在床上贴一贴就不小心哭了，你唱的真的好棒，真的吗鸡爪，谢谢你这么说。我也快哭了，我去你妈的。我也要哭了，天啊。好欸， YT 能不能改一下 bug， YT 不会改的， YT 不会改，我一直打遍。谢谢抹茶加会员16个月。干，我不知道逆光我可不可以唱欸。我也不知道。哦，你习惯用日文说出剑，那你就说出剑就好啦。因为没有人日本打招呼不会说小太美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说初见就好了。小天生冷的有呢。白糖琥珀，谢谢你的 follow， ありがとう。我真的不知道啊，这首歌我根本不会唱。
我操！所以我决定直接唱给大家看。哇，李贝利有那首还没有听，我不知道听了会不会喜欢。我这个人有点电波啊，有点电波啊。谢谢我们的 Sammy 想加入会16个月，都没有留言，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一直在，我就很开心了。然后谢谢亚瑟的加入会9个月，夜华安安你好。好了，我不知道行不行，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那我就唱一下，我试试看，应该会，舌头应该会打结，它有一些地方有点扣矮啊。谢谢海燕加入会员16个月，又是新的一个月，但是 YT 还是没有休闲社月数，谢谢你。阿克玛的歌，我不会唱哎、欸，这是一首歌对吧？我不会唱哎、欸，我操，我是大便，对不起。我好烂哦。现在说要多解了吧？哦，这那不要唱这首了，反正这个唱的应该没有很好，应该不用解啦。那应该唱的没有很好，应该不用解。Hello， 烈夜，好久不见，恩恩。发票中了2000，他刚刚就送幸福送给大家了，不是吗？小小换就是中，他有中2000，然后他还送幸福、送订阅、送给大家，超棒的，好不好？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share 你的好运，谢谢。下次就是我中2000块啊，最好啊。啊，我不知道，我试试看啊。不，反正我觉得我唱的很烂，我就把它停下来。行きましょうか。やるせない恨みはいつのために置いてきたのさ。あんたらわかってないだろう。本当に痛む孤独を今だけ高ずしてきて怒るよ。今アットぶっ飛ばして、そりゃ愛あるバスターも眠くはないが、ないやないや、もう悲しくないさ、ないさ、そう怒るよ。今蹴り飛ばして、そりゃ愛へのバスターも眠くはないな、ないな、ないな、もう寂しくないさ、ないさ、逆行よ。結末は美しさまとうほど限りなく太陽に近い赤い色だれでいた。散漫な視界でも美しさがわかるほど焼き付け光を背に受ける赤に気を垂れている。忘れてしまった心はわかっている。今でもほつれてしまった言葉が焦っている。怒るよ。今アットぶっ飛ばして、そりゃ愛あるバスターも眠くはないや、ないや、ないや、もう悲しくないさ、ないさ、そう怒るよ。今アット蹴り飛ばして、そりゃ愛へのバスターも眠くはないな、ないな、ないな、もう寂しくないさ、ないさ、逆行よ。もう怒りに勝った言葉は靴で隔ってしまったか。今でも未練だらしくしている。ああ何度も放った言葉が届く、分かっているのなら、なんて夢見か苦しいかな。もう怒りよ。またアットぶっ飛ばして、そりゃ愛あるバスタ
もう眠くはないやないやないやもう悲しくないさないさそう怒り顔さアクトぶっ飛ばしてそりゃ愛へのパスタもう眠くはないなないなないなもう寂しくないさないさ逆光が过去你哎，应该不是不行啊，但是这样是原 key 就好了，原 key 就好了。皆さんパチパ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嫌弃我，谢谢大家啊。嗯，啊，其实还有一首，那一首的 rap 我没有练。所以不能唱啊，他那个乐谱真的太快了，已经唱不了了，所以不行唱，哈哈，不唱。有没有考虑唱假面骑士的歌？开玩笑，他妈我唱几次了啊！谢谢咸鱼一条加入会员一年啦，赞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个他当时我还不会唱啊，所以没有办法，呵呵呵呵。不要再点歌了，靠北哦。之后，也许哪一天我就会了。别找痒！哎，要听新时代吗？好啊，可是我很久没有唱哎，我不知道会不会，就假装我会好了。干，今天是月的，是不是？今天是月的演唱会。嗯，你说的那一个《Melted in Bloom》，我不会唱，我连听都没有听过，应该没有听过，我看的太少了。其实逆光比。我个人觉得，我觉得逆光比那个像就是 BBSAVA 那些还好唱，我觉得也比欧豆还好唱。谢谢胜利的216杯真奶，你个豆，也没办法跟到底，先说晚安，辛苦了，阿里个豆。如果你有补档，真的非常感谢阿里个豆。谢谢扎里克加我们会员 YT 的会员10个月啊，哎，那个图真的很可爱，你们不觉得吗？那个拿荧光棒的。超可爱的，那个是 Hoto 画的，他是天才，画超好看的，超喜欢，所以我把两边都加了，嘿嘿，爽。对啊，相送我剪过我的新时代，我很烂，我唱的不够好听。我也是红发，我操！大家给我个面子，这样，请大家给我个面子，让我唱新时代。对不起，我可能唱不好，但请给我个面子。大家音乐都超可爱的啦，可爱的爆，好不好？爆！那就试试看好了。再试试看。信じたいはこの未来だ。世界中を全部変えてしまえば、変えてしまえば。止めたモルフローゼショーゼミュージック、君が起こすマジック、目を閉じれば未来が開いて、いつまでも終わりが来ないようにこの歌を歌うよ。 You wanna play the ある限りきに綱渡りみたいな旋律、認めない戻れない忘れた夢の中にいさせて、 I wanna be free、 見えるよ信じたいが世界の向こうへ、最高よ New World、 信じたいはこの未来で、世界中を全部変えてしまえば、変えてしまえば、果てしない音楽がもっと届くよ。
話だ。僕を信じて。これいらないものは消して、リアルをカラフルに超えようぜ。ミュージック今始まる Rising。 目をつぶりみんなで逃げようよ。今よりいいものを見せてあげるよ。この歌を歌えば We wanna play リアル系ギリギリ綱渡りみたいな運命。認めない戻れない忘れたい夢の中にいさせて。 I wanna be free 見えるよ信じたいが世界の向こうへさあ行くよ New World 信じたいわこの未来を世界中を全部変えてしまえば変えてしまえば果てしない音楽がもっと夢を見せるよ夢を見せるよ信じたいた。信じたいた。哇，真的是好震撼的一首歌，好好听啊！我操，我是说这首歌好听，不是我唱的好听。操，哎呀，喝水水 ，OK， 哪次不喝？呀、啊，闭嘴都好听，对不起，闭嘴。哦、oh, ，OK， 好的，闭嘴，对不起，すい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すいません。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みん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Hi、アガン、リンチバ、アガン。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下你大哥机？什么东西？我是要怎么买了？我操！我还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估价啊。好的，谢谢琼斯郎，谢谢你愿意挂台，艾莉亚都要祝你画图顺利。你会被人钉在五线谱上，有点凶啊。刚讲到假面骑士，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一下这一首。这种嗨歌一定是要唱爆了，不管。嘿，这是电影那个，妈的，没有看。别乱吃不眠菇就好了。好的，我不知道，但是好的。谢谢乌龙绿半糖加会11个月。我好久没有唱那个 Excel，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行吧。谢谢冰封，哇靠，我不会念那个字，帮我科普一下那个字怎么念好不好？谢谢你的 follow， 现在帮我科普一下那个字怎么念，完了，怎么长那么酷，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呢。听一下，老张中二，你疯了吗？啊，怎么会订阅阿花？谢谢订阅6个月，安安我云端发票中2张特别奖500元。哇，200元3张哎、欸，太强了吧，太强了吧！我们天塞，马赛克天塞，那个字是冰哦，那是什么字啊？那是日文汉字吗？那什么字？太强了吧！好好啊，怎么我什么都没有啊？那日文汉字是不是？刚一个瞬间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念它。484该分红，他订阅了，那就是分红。出门小心啊！中文也有，
中文也有，古文变体。那我们直接念冰就可以是吗？刚刚在打 Apex 花上新时代，我同学听到在跟着嗨，太嗨了吧，怪鱼！太巧了，哦，有在吗？娘吗？啊，我已经退坑了，对不起，我以前有玩，我是废物，我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地狱，欸，我没有办法，所以我离开那个地狱了。对我来说，我做不到，太干了，哎，我不能干，我不能玩那么多干干的游戏，我操！康优如还有骨锥，哎，要听一下。I don't wanna know 下手な真実なら I don't wanna know 知らないくらがいいのに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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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 what I can too far 止まらない感じるこの予感は La new bikini 道の領域今を切り開くんだ I gotta believe Turn it on 相当エキセイエキセイ高鳴るエキセイ心が導くあの場所へ駆け抜けていくだけ Hey! I'm on the mission right now Hey! I'm on the mission right now エキセイエキセイ答えはワンこの手の中進むべきライフ生きていくだけDidn't wanna know 夢見るほどに Didn't wanna know キツが増えてくのは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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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ツが今日は so wrong 神が与えしたった一つのクライム Hey what's the purpose ついてきな鮮やかに超えてくよ I gotta belie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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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キセイエキセイ高鳴るエキセイエキセイ心が導くあの場所へ駆け抜けていくだけ Hey! I'm on the mission right now Hey! I'm on the mission right now エキセイエキセイ答えはワンこの手の中終わりな危険楽しむだけゼロから一、一から宇宙の果てまで照らし出す光はここにある Yeah,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now 相当エキセイ、エキセイ高鳴るエキセイ、エキセイ心が導くあの場所へ駆け抜けてあれ自分に乗せちゃった因为一直刷那个台词告白太强了好久 M 没事没事No continue でクリアしてみせるぜ Baby dream ever dream该这不是 Baby Brown Ever Dream 吗？生的话 ，Hold Your Aim， 熟练啦！已经变成宝梦有梦了。OK， 拜七拜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みんな。哇，果然唱骑士的歌就是爽啊！我唱的时候脑袋有画面跟着跑刚刚他们还一直打那个台词哦有没有那个像跑马灯一样啊保身爱母口碑好久 Amy
え、夢ビエミじゃなかった、なかったっけ。太强了，我操！哎，我们这个礼拜，哎，要我要说这个礼拜，因为已经礼拜天了，我们还来看那个剧场版，还有那个 OVA， 哦，我的天哪！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们在说假面骑士啊！死打尤鲁嘎！不行，我没有那么顺，我没有办法那么顺，好不好？我没有办法那么顺。我们来看下一首要唱什么，该不会又要继续唱骑士？嗯，不行，我在都在看这个很上面的歌，我要看以前一点的歌，我要随便乱拉到最下面。马克思大黑心，大黑心。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啊。如果对感兴趣就去看啊，没有说那么有兴趣就算了吧。现在好像是有点开心，我们是应该唱开心的歌就好。唱嗨一点的歌，所以呢，这个时候突然间不知道有什么开心的歌可以唱。Party， 你是说？你是说那一首很好听的剧场版的歌吗？每一首都是开心的歌，不是在不思考呗？还是 Be the One？ 我朋友推老半天，我都懒得看，结果在这边跟你同事试听，看来是我比较厉害啊！所以讲 ，Kyou mo jisa kunai， 朋友们 ，Hello， 安安。好欸，哇，不然如果不是会被那个锁去的话，不然我们就可以唱 Poppy 的那一首歌了，就可以唱 Poppy 那首了。有阿索比的祝福还没有听，看来我知道把我们的 Party 拿出来唱了。Party， 等一下，我有听过老谭唱歌，他很会唱欸。没有办法啊，波比那一首会被锁区啊，不会被锁区，我们就拿来唱了。不然他妈的 Party 的歌名为什么那么长啊？他还要写那么长是怎么回事？呀，没关系，你们在 Play One 可以听到我唱。唱个 Party 好了，好久没唱了。我会不会忘记怎么唱啊？我好像上次也这样讲啊。忘记就算了，对啊，很长啊，你看，刚刚第一首那个《不灭钻石》那个 OP 很长，因为它有 EDM。看一下啊，まばゆくんさう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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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じゃ気づけないう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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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リラックスして明日をイメージ行方自由自在自在諦めかけちゃった夢にリベンジロナカノノノプライプライプライEverybody shuffle しよせたい連鎖する smile 連鎖 party 演者しなきゃもったいないだって人生は一回レイボーは空だけじゃない胸にもかかるぜ P-A-R-T-Y こんなミラクルも大きい放題 Universe with the people P-A-R-T-Y
拉起大家，这么的是现代，所在。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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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は君になりたい。哇哦哇哦哇哦，つてみ。誰もが持ってる優しさ遺伝子、時に見失い。しない。傷つけあっても絆にチェンジ。人類みんな兄弟。ピコソチョツナレハッピーピエアピーマイ今ついたってかまわないナナコロビヨキサハッピーピエアピーマイパンパパ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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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パチハッピーピエアピーマイめくりあいずっと続く世界替身叫出来帮我们唱歌，我操，太强了！人数破百，哦，真的假的？谢谢你告诉我，我就不要去看了。在唱平成最猛、最强、最厉害剧场版的主题曲，哎、欸，真的是太棒了！一位，盖可是只有能看。HPL 上哎 ，Hello Hello， 安安，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刚刚在唱《他们来打歌》，对，太强啦！不愧是平成最强啊，十只王者，十只王者就不一样啊！意外，歌情还得兼职替身，无给薪，那是当然，怎么会有薪水的？他不会有薪水的，他是不会聊薪水的，我告诉你啊！今天都唱一些，很明显是在发愁的歌，怎么会这样啊？那啾啾，然后他们那点事。十字王子都老头哎、欸，人家有那个历练才可以叫十字王子，好不好？索雷娜，太强啦！阿甘佐夫，阿甘，谢谢。请问刚才那个是我老婆吗？没有，应该不是吧？你是不是看错？你是不是？还在做梦没有醒过来啊？你就这样，我就怎样？没错，我把舅舅拿出来唱了，我要把下一首舅舅拿回来唱了。啊，十万有历练吗？十只王者又不是他妈的，他废物，他不是。看来要帮歌情 #hashtag 打倒优路卡了，干嘛这样啊？不要这样好不好？马尼，马尼啊！他每次唱这首，我都觉得我不够力，你知道吗？这首非常非常的不够力。我升三 key 哦，我升这么多 key 哦，都不记得了。今天也好好玩，好玩就好。失望是什么垃圾作品啊？没有那个东西啊，失望去死。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我就假装我会唱吧。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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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皆知，失望者是 Kronos， 确实，不得不说，确实。来看看我们会不会唱啊？舅舅，舅舅，舅舅，
ち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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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こぼれ落ちた二つの星が光と闇の水面を吸い込まれてゆく引き合うように重なる波紋誇りの道を行く者に太陽の導きを野望の果てを目指す者に生贄をち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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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えるほど心燃え尽きるほど熱く袖から花で鼓動を体みなぐる勇気がえ迷いなき覚悟に喝采をその地の定めじゃじゃ愛は投げられた進むしかない奇妙な螺旋の中転がり続ける永遠をさまよう冒険者恐怖を認め勝つ者に黄金の魂をそして出会った二人のために戦いをち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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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が会いたいよたわりなき物語命がつぶつかる火花青春の日々を照らせよ君と呼ぶ未来に心燃え尽きるほど熱く袖から放つ鼓動を体みなぎる勇気で、yeah、迷いなき覚悟に喝采を僕が抱いたよたわりなき物語命がぶつかる火花青春の日々を照らせよ君と呼ぶ好爽、啊，每次唱这首歌就会啊，好爽，嘿嘿，就他妈爽了，舅舅就是拉起来就很爽。那、感谢户田哥老师，突然就送了50个会员给大家，非常非常感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老师。真的太揪了，真的太揪了啊！皆さんのパチパチ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不知道，看来我们要继续唱下去啊！下一首一定就是二乔的了，是吧？仿佛我可以看见二乔在二乔立啊！当然，我真的最喜欢二乔哎，虽然他在第四部的时候那个对，但是我喜欢他，我最喜欢他了。噔噔噔噔。
けるんだよ。真的超可爱又超帅的。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唱，哎，应该会吧。我就当做我会吧。哈，我就当做我会吧。我好久没有唱了，我也不知道啊。但我也很喜欢陈太郎，可是二乔就是太帅了，你知道吗？欸，看我在称赞二乔，他妈的那个就坏掉了，是怎样啊？故意是不是啊？哦，好了，又睡好了，骂就好了。西之丸哦，そこから目覚めるその柱たち。時を越え真空の地四五か立ち上がる勇気を引き合わせる受け継ぐ愛を定めと呼ぶなら手を闇を欺いて刹那を交わして刃すり抜け奴らの隙をつけ貫いた思いが未来を開く Like a pretty stone 熱く Like a pretty stone 血脈に刻まれた永遠に浮き上がる消えない誇りの絆握りしめて灼熱の空へ寂しがぶつかり合う旅路へ悲しみに塗られた未来を救え Like a pretty stone 燃やせ Like a pretty stone 炎先風を立ちその先へ恐れずに何もためらわず進め流れの中共鳴する梅木の波紋心に闇を欺いて刹那を交わして刃すり抜け奴らの隙をつけ貫いた思いが未来を開く Like a pretty stone 熱く Like a pretty stone 血脈に刻まれた因縁に浮き上がる消えない誇りの絆握りしめておー、二乔真的很帅耶。
就是为什么还可以那么帅？还有他的龙舌娘姑娘，哦，哇，天啊，龙舌娘姑娘真的太屌了，哦。那下一首是不是要来这一首？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上来。西扎，谢谢，不用客气。我得考试，干！每次讲到西扎就很想哭，因为我看到那边已经哭了，看到那边就哭了啊，看到那边就哭了。龙舌兰姑娘好可怕，哎，那很好看，好不好？那漂亮呀，美的哟，美的一撇。西扎，我的 stand proud， 我姐，因为久没有唱了，啊，我这个我也是这样讲。既然能识破完美的女装，不愧是德军，没错。完美的女装，干！别傻了，我不想唱这个，干！哦，这一场，哎妈的，那个真的是有点坏掉哎，那个升降 key 的真的是不太行，你知道吗？他现在整个就是，啊，不好意思，我不会动，我不能帮你升降 key 了。干，我直接唱。妈的，练习设计你写了什么东西啊？那不是故意是不是啊？我已经很难过了，你伤我的心啊！乔斯达家第二代就变成熟女了，说好代代都是绅士呢，从二乔开始就变熟女了。干，那你是谁想的？有个鸡巴呀，真是很过分哎！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好了，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好了。よし行きましょう、みんな。那我先喝个水。我以前没有看到这句话，我现在看到，我觉得很想把写出这句话的人杀掉，我真的很难过，我觉得很过分。对，这样真的不见得很好。好，我不知道会不会唱，我就当做会唱好了。哈哈，会唱的一起唱，虽然我听不大。有嘞，靠背哦，现在就可以升 key 了啊！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刚刚不能升 key， 我想说算我原 key， 可是我应该唱不了。然后我点了一下他就好了，再给我一次机会。そして集いし人たち百年目の目覚めに呼ばれて男たちは向かう時の砂を越えるジャンニー鎖のよう連なる絡み合うカルマ光で立つ定め スタナスタナスタナ 打ち込むのは Alright now, alright now, alright now 誇りのバレー Break you down, break you down, break you down 拳放つ聖なるビジョンスタンプラー閉じられてた時に日の光浴びせるのは誰だ未来残す希望を流れ星のクルセイダースかけるのは命守るべき愛とカードは配られたスタダスタダスタダ立ちはだかる Alright now, alright now, alright now 敵を倒し Break you down, break you down, break you down 道を開く魂のビジョンスタープライ
闇の中笑う背中を探し追い求める男のその足音レクイエム砂漠に響く スタナ打ち込むのは All right now 誇りのバレー Break you down 拳放つ Say not a vision Stop right 恥はたかる All right now 敵を倒しBreak you down 道を開く魂のビジョンスタープライ太强了 Stand up!毕竟我也是一个替身使者，那么唱一下 Stand Proud 应该是 OK 的啊。哎，下一首才要下一首来欧啦欧啦，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我有时候这样讲。我已经这首歌是我最不熟的耶，这一首。那个 OP 2是我最不熟的。JoJo 什么吉诺吉诺 Kyoku End of the World 那一首是我最不会唱的，最不熟的。帅哥你嗨这个啥？谢谢蝴蝶哥老师750块，你看多个在老师，我一个人欧拉欧拉好像奇怪哎，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欧拉欧拉，让我感觉不要那么丢脸好吗？可以帮我这个忙吗？可以帮我这个忙吗？让我感觉不要那么丢脸好不好？我自己一个人欧拉欧拉，我觉得超奇怪的。哎，是苍天上来 ，Hello Hello。订阅7个月，ありがとう。ブ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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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罗大佑我不会唱，那首我真的还不会唱，那首我真的不会唱。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它拿出来听啊？反正我一定会去看的。反正我总是会看到那里的，我就先听不如，好像不错啊。等一下哦，讲罗大佑大陆这首歌耶，真的好好笑啊。そんな恥ずかないんだろ。那首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名字，只能说都会很丢脸啊。那至少大家一起丢脸嘛，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丢脸，对不对？我一个人丢脸有点太可怜了。哎，这个原 key 有歌会唱啊？我知道，控制力我知道，反正它好像也坏掉，我算了。等一下，我试一下，我听一下好不好？哦，这个。深海へ灼熱に。等一下，为什么歌词？等一下，歌词为什么没有写前面那一段啊？那个很重要哎，那个是在揭示我们的舅舅哎，为什么没有？我要去把那个找出来。執着の地獄化す刃物を。哈哈哈哈哈！等一下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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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好像那个第一段好像会太低耶，我好像第一段不能唱。好像太低耶。炎を おびき寄せられた神々の騎士が恐れ忘れる剣が貫く目指す場所とは涙せさきまだ見ぬ定め近づいてくる決戦の時打つべきピリオドはザ・プラチナ。为什么我还会唱啊？始まってしまった物語に奪われたままの時に今終わりをつけるため歩き続けるクルセイダーズ空白のラストページにその拳を叩き込め End of the world その地の記憶あ、ちょ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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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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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起跟我欧拉，这样我才不会那么丢脸，好不好？啊，就是这样，没什么，像一飞那个样子，像一
样子，没错，就是那样，就是这样子。看见他有写吗？哦，这个有写。我不知道，我会念吗？深海へ眠った物語が灼熱の砂を波立てて宿命をまた呼び覚ませ。好像我会哦，好像可以哦。可是第一段，可他妈的，为什么他要唱那么低？因为其他的我都可以很 OK， 就是第一段特别低，我很能唱哎，会变超低的。執着の地を焦がすからのおびき寄せられた神々の騎士が恐れ忘れぬ喧嘩貫くよいしょ。うりー、你们要刷那个牡丹也可以，欧拉也可以，反正就是那边一定要大家都要启动，不然我好像很可怜哦，那人特别可怜哦。那好像真的不行，还是我偷偷生气，偷偷生气啊！干你俩坏掉了啊！不让我生气，好吧？不让我生气，不让我生气啊！不生就不生，奇怪，不生也可以，不生也可以啊！不然我就生，我自己生气，我自己高八度唱可以吗？我等一下，等一下，我要练习。執着の木を焦がす科目の炎を。对，我会多一题，没关系啊，随便啦，就这样吧。好诶，他不能生就算了，我们靠我们自己。我要试试看念那个台词，我要念那个前面那个台词，我也试试看啊。深海へ眠った物語が灼熱の砂を波立てて宿命をまた呼び覚ませ。執着の地を焦がす科目の炎を。おびき寄せられた神々の騎士が恐れ忘れぬ剣が貫く目指す場所とはまた見ぬ定め近づいてくる決戦の時打つべきピリオドはスタープラチナ始まってしまった物語に奪われたままの時に今終わりをつけるため歩き続けるキルセイタース空白のラストページにその拳を叩き込め End of the world その地の記憶オ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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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触ればクシャ名乗る勇者見せる新黄色闇の気配オハモニバラ複雑のため選ばぬ手段無垢ない時期を求めさまよう歴史に持つかさびストープレスカー始まってしまった物語に無駄ながらが悲しみに今終わりを告げるため命を懸けたクルセイダース宿命のラストページにその怒りを叩き込め光と闇のデスティニーめくる歴史のプラーティー受け継がれる不滅のライフ開始了吗今終わりを告げるため歩き続けるクルセイダース空
白のラストページにその拳を叩き込め。始まってしまった物語に泣かしてきた悲しみに今終わりを告げるため命を懸けたクルセイダーズ。宿命のラストページにその怒りを叩き込め。 End of the world、 その地の記憶。オ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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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唱过整首歌哦，我是第一次唱，然后有很久没有听我刚刚这次，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要从哪里切入什么时候要开始唱啊？我从哪开始了吗？怎么我看我怎么抢拍了？刚刚真的好好笑啊！那个谢谢蝴蝶哥老师，红色的一星，欧啦，阿里嘎多玛斯，阿里嘎多玛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苦苦的搞的都是。然后那个第二段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怎么什么时候要开始啊？还没开始吗？我就唱到了，然后不小心就我靠，我那个 key 没有调回来，我他妈直接唱个超级怪的高音，我的天啊！可是还是很好玩，超么乐意啊，超么乐意啊，これ。感谢大家大家的合作，谢谢你们一直跟我欧拉欧拉，还有木达木达，让我不要那么可怜，有人讲很可怜啊，超开心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写得很好你们不觉得吗？这首歌真的写得很好他中间那个过门，我操，我操！那边那个光と闇のデスティニー，那边完全就是把前面三部的东西都写出来光与暗的命运，然后还有那个めくる歴史はブラーディ，欢迎血脉，受け継がれる。不美子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替尊，我天哪！哇，这首歌真的写得好好，我操！对不起，我刚刚在唱的时候，我整个快要跳起来了。舅舅真好看，你说是吧？没错，男宝，干你是用手机投的，是不是？怎么是蓝色的？帅哥，你嗨的要死啊！哇，真的很嗨哦！我现在已经在把那个手指指上自己的太阳穴在那边钻了只是我没有把它钻进去而已。这首歌就很棒啊，他就是把前面的 OP 的歌手找过来一起合唱，哇干他妈太屌了，我操我要疯了，哇他们三个抓在一起唱这首歌，这是干你好听都不行，干你好听都不行，我是 Apple 盘子荡一下，我跟你说我也是，我也是，这首歌真的让我听很神不过我最喜欢的果然还是那个。Bloody Stream， 我们要讲 Stream。我最喜欢那个二乔的那一首 OP 了，啊，虽然都很好听，我听到现在那边都蛮喜欢的。但是就是还是最喜欢他二乔的，对耶。对 ，OP 也有藏前两部的彩蛋，我真的是觉得概念太屌了吧，我操！他除了就是这个歌本身写的是我们那个第三部的内容以外，然后他在一些地方都有把。前面两部的东西要融进来，看，超神，神到不行，神到不行，好吗？真棒！怎么办？我已经唱完三部了，刚刚那个第四部的已经先唱完了，而且我还唱的是 EDA Arrange 版本我超屌的。对啊，一个传承。其实我觉得一到三关就是一个传承的感觉吧。虽然二乔被迫加班，但是第四部还在加班，好可怜啊！虽然变成了老痴呆老痴呆，可可骚唧唧。那我们还有一首可以唱啊，但对我们还有一首可以唱，我们还有背档可以唱，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跳到背档，因为我刚好看到这首歌，我就把它点开来唱了，我就点开来听了，然后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就对我就回了，実にグレードだぜ。
我们还有背档，我们还有背档可以嗨。我已经没有歌了，对不起，这是最后一首了，其他我都不会唱，对不起，其他我都不会唱。我们可以背档，我们可以背档。都有人在问我什么时候要开舅舅歌回，可是我觉得我开不了舅舅歌回，我没有办法。我知道那个 ED 是那个荒木老师喜欢外国那些乐团的歌手类，都是比较酷的外文歌啊，那些歌我就说真的说真的啦，没有打中我啊，所以我都不想要去学，我就没有学唱，我就只会唱 OP 而已，对不起，跟我聊算，对不起啊，我就烂了。哎呀，我先查一下歌词，哎呦我去，我们还有 breakdown 啊，九九假面歌回，一次聚集两边的粉丝，我会不会被骂啊？干，你会不会唱啊？我操！对不起，西巴森。啊，关秀晚安。OP 最后陈唐走完了大桥没走完的阶梯，真香，真香。啊，如果今天的歌会被锁去了，那我不管了，反正我们现在爽到就好了啊，我不管啊，我不管。上次唱的那个好像没有被锁吧？我看他还在啊，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怎样啊？这怎么有出事就算了，随便干。哎，我们都把那关掉，我们都是享受当下，我们没有在跟你回顾，没有在当下跟你做回顾的。啊，不，退起可以啦。YouTube 的话，我是把它关掉了。等你看到法丁狗跟罗大佑，感觉就可以开歌回了，真的吗？真的吗？我可以吗？就整个都是啾啾跟假面骑士的歌回。太强了，大家一起来背档啊！大家一起来背档。其实这首歌我也没有很会唱，我觉得我只是觉得很好听哦。来背档喽！さするいい武器岬から潮風トンネル抜けて遠へ惹かれ合い小道に迷い込む心に溶け込む影照らす黄金のスピリットそれは守り抜く光Let the voice of love take you higher 集まる力で時さえ超えて1999 with your summer めくる勇気で生きる街景色雲の切れ間に差す光は降り注ぎ古の小道へ誘い込むきらめき導く街たぎる黄金のシリーズそれは果てしない絆Joy of love, give your answer 別れの時さえ砕け抜いして1999 with your summer 自分の離婚掴み取れ
れの時さえ砕けぬ石で1999 Winter Summer 探す勇気が生むさんか Great Days Brea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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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各位，感谢大家的合作，一起唱了这首 Great Days 啊，你们也是一起合唱的人哦，太神了，应该都明了，要大姐。哎、欸，是茶茶哎、欸、，Hello 茶茶安安。这部 OP 的细节满满，看完完整剧情再回来看 MV， 真的是会被惊艳到。每一次舅舅的 OP 都很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真的很强哎、欸，真的很强哎、欸，我都很喜欢他的 OP。Uncle， 可是我不会唱其他舅舅的歌，对不起，我烂，我没有声音。对你先不要跟我说，我脑中瞬间冒出小野勇士的脸，到底是为什么？一定是，你们这些人啊，别老是把声优跟角色混合在一起啊！没事，考个警告。谢谢护电哥老师帮我们送了十个会员，阿里嘎多哉巴，老师送太多了，老师。考试时一定不能听这首，笑死！哎，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直到有人讲说会让他想要背档，我才意识到他在说什么、欸。我之前从来没有听出来，我就觉得、啊、好好听啊 ，breakdown 好好听一下。然后有一个观众提到这件事，我就是这样子吗？哎，好像是哎、欸、哎，这是 breakdown 哎背档哎，我哎、欸、真的耶，太强了。音效版 OP 真的很强哎、欸，音效版 OP 真的很神呢、啊，神风动画我的超人啊，我的超人啊，强的不行。真的是，都是有人在乱讲，害我现在都是想要被当了。嗨，月灵，哇，这么晚了，辛苦你了，该上。就是我们剩下，我们好像快要唱完了耶，我们的那个歌子快写不下歌了，歌要写不下了耶。我、哦、好爽啊！啊，那怎么办？我们刚刚讲那个假面骑士 and 九九歌回，可能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办啊。我们现在已经唱那么多了耶，我们已经不能再唱了。我操，不然都卡住了。查查拿到会员了，好哎、欸！终于可以吃了今天第一也是最后一餐。为什么你一天只吃一餐很饿？不多吃一点吗？营养很重要啊。看看一个月后就是看我会不会那个其他的歌哦。我们舅舅可能也许可以多一点，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确定那时候我看完第四部了没？我不确定我看完了没？晚起加上班太辛苦了吧？多吃点，不要叫小孩子低吸啦，那个小朋友会被你们荼毒啦，你们闭嘴，不要去诱拐小朋友啊。谢谢0HV0的 follow， 你感到什么？谢谢茶茶耶， yeah， 你现在是我们的会员了，太棒了，这就对了。哎、欸，我们居然拿到了这个国美美少女成我们的会员呢、欸，花又赢。每次都是我赢啊 ，Dio， 我们要靠近 Dio 了，初见，嗨 ，Dio， 吼吼，你不是跑开，而是向我靠近吗？不靠近你要怎么打你一顿啊？怎么揍你啊？哦，对，会线区会有一堆肮脏的大人，真的不优啊。一个月后，我有替身啊，刘立川哥其实是我替身，没有，我乱讲，对不起，他不是，我乱说了，对不起。国民大赛，他不是。吼吼！我觉得地友，我真的觉得地友很好笑。明明是一个很有逼格的角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都是记得他一些很奇怪的那个发言。吼吼！还有乌力，在那个第一部的时候乌力，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人家说的干爹嘛，没错，是的。哎、欸，他就变成那个吸血鬼，然后就，我看那边我觉得。
觉得很好笑、哦。然后那个木棉花还给我下武力的字幕，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上那个字幕？然后这个武力，他又上那个字幕，就很好笑。这本来已经很好笑了，他又把他加了个字，按那个大于 RY 打上去，变得更加的好笑。我不知道在干嘛。你的替身在你房间窗户外面，先不要。啊，好爽啊！舅舅好好看哦、啊。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入舅舅的坑，你应该考虑入一下。你应该考虑入一下。明星系反派，没错，确对，没错。还有罗斗罗拉达，你会记得你吃过多少片面包吗？那个也好笑哎、欸。我看了两部，继续看下去，走，咱们一起看啊。其实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就像地友跟陈太郎，台湾是那台最小的压路机。哦，我说你直播啊，对不起，吓死我了。他不是我的替身，他只是一个。那是谁啊？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啊？那个人叫什么啊？嘞，难大哥，人行道不是很困窄吗？罗嘞，我这里塞车过不去，要开人行道，超好笑，超好笑。那真的很好笑哎、欸，嗯，现在好像很嗨。お前ら初めての相手は長女じゃない、このディオだ。兴奋，非常非常哇酷哇酷。讲到舅舅的话题就比较哇酷哇酷一点。炼巨人的话，大家应该都超级无敌期待的吧？整个超级大阵容、欸，大家都爱那一种。可丢的！哦，好好看，天哪 ！Oh my gosh！ 我还可以唱个几首啊？我们还可以唱歌，我不知道我们要唱什么、啊。海峡随便播放一首给我吗？那个播我不会唱的。我给你们听前奏，你们听，他竟然他随机跳这首，是不是命运？我刚本来有点想唱，但我觉得，再先不要好了，就他跳了这首。哇，太强了吧！他天才吗？队友搬波波下楼梯，那超智障的、欸，太强了吧？这是命运吧？但是这个伴奏不能升 key。这个会违反他的使用条约，所以我会找一下别的，等我一下。升 key 升 key 可以升 key 吗？他可以升一下吗？他可以升一下吗？可以啊！哦有哎、欸，好的，因为这首歌那个原唱真的太低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唱啊，我尽力了，我不行。哎、欸，我还没有写歌单啊，等一下哎、欸。好的，可以。我也最喜欢 DK， 我说其实我喜欢 DK， 但是剧情我不喜欢啊，剧情。剧情我不是很喜欢，对不起。你这，見上げる星。輝いて星座のよう線で結ぶ瞬間始まるレジェンドオーロラ揺らめく地区を越えて飛び込む瞑
一層はするパラレルを On the road 誰も旅の途中本当の自分自身出会うため歩き続けるのさ今を We are all travelers 僕の目の前に広がる9つの道はいつか重なって新しい夜明けへと続く道に変わるのだろう目撃せよジャニスザディケレンズ越しに切り取った景色を見つめても真実度は心の目の中に映るものさどこかで戦いの幕が開き僕という現実サラハレーション On the road 旅に出る理由は世界が滅びる未来変えるためもっと強く夢を抱け We are all dreamers 僕の その時に新しい風通り抜ける道が開くのだろう目撃せよジャニスザディケその すべてで未来は理想にも絶望にも変わってゆくだからきっと信じた道走れ On the road 誰も旅の途中本当の自分自身出会うため歩き続けるのさ今をAll travelers 僕の目の前に広がる9つの道はいつか重なって新しい夜明けと続く道に変わるのだろう目撃せよジャニスザディケ随机很会选歌，选了我老婆的歌，选的真好，选真好啊，选真好，好听好听啊！谢谢查查，阿里嘎多，喝醉醉。选的真好，没错，这首是夜华的晕船歌，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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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 Wind 才是我的晕船歌。赖正问才是我的晕船歌 Frederick 吗我不会唱耶、欸、Oh no 我不会唱国民的塞我好逊这样刚好没错那也是巴士该唱啊你说赖正问吗赖正问駆け抜けろこの黒に来る手に入れてゆく強さのかおー好吧等一下、哦啊，等我一下啊！
神曲，自然是我的晕船歌。妈，我就跟你们说，今天的歌单根本就是在发图啊！你看，全部都会发图，我的天哪！啊，那个红发歌姬可能没有那么发图，其他都是发图的歌，哎，太强了，不愧是我。萨斯高的什么？太除了这个歌单，啊，可以，请问他可以升 key 吗？请问你可以升包帮我升 key 吗？可以动起来吗？他最近好像有点秀抖秀抖的。凯森的 UK 我不会唱，欸，因为他太多，他弄了多首歌，我一次只能学几首而已。今天可以改标题，发出各位，啾啾卡边来打歌回。他现在都不会动了，故意是不是？给他播一下看看。不是我老婆这个 key 很低，我不会唱啦。你让我升 key 好不好啊？喂，喂，可以就这么的。喂，你看你就敢不送我的？你要那么低，我怎么唱？哎，可以了。哎，好了耶，好哎，又好了。光ゆがむその度に新しい空、僕を目覚めさすように手招きをする。予想外の現在地、実はいらない。とりあえず右突き左、道は探すさ。それぞれの世界が僕に求めてくる。取り過ぎずに戦うこと。 Rise the wind 駆け抜けろ。この黒肉手に入れてゆく強さの核。 Your eyes will 旅の中きっと見える。目指すべきゴールの場所が Just keep on walkingマークが開くように旅は始まる。風をつかむ羽みたい、僕は流れる。運命が呼ぶなら僕なら躊躇しない。全ての心心に移して。 Rise the wind この先に何が待ってる。手かかりはそう戦うか。 Your eyes will 旅の中見つかるはず。自分が何をするべきか。 Just keep on working。 この風を止めないで動き続け、もっと前へ。また見えぬ明日へと踏み出せ。 Rise the wind 駆け抜けろ。この黒肉手に入れてゆく強さの核。 Your eyes will 滝の中見つかるはず。自分が何をするべきか。Light the wind 過去の角。世界の果て目指すべきゴールの場所か。 Just keep on walking。
婆真香，各位，我婆真香啊！哎，那是 Wind 的下。おのれ DK だ！又是你 DK。早说比起讲又是你 DK， 不如说又是你明龙。也好烦哦，看到明龙都不喜欢这个人。みなさんのパチパ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没事，只要唱到那个，他有一句歌词，我看一下，就是一个副，他的副歌会上。来自 Win 卡给鲁给罗，この黒ニクル，那个この黒ニクル，之前被他们就写那个奇怪的口耳歌词，什么孤独的肉，この黒ニク，全然違うな。然后我现在看到这句就会想到孤独的肉，我没有办法回不去了。这是那个日本的观众打的，在这里献上我的订阅，哇，月里你人真好，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優しい，優しいな，いいやつなんだね，孤独的肉，孤独の肉，我根本就不是，可是我被影响，你知道吗？他还有写很多奇奇怪怪的那个口语歌词，只是我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一句话。我只是个路过的假面骑士，你给我记好了，覚えておけ。太强了，那你们以后听到这句歌词，也会想到孤独的肉了。不用客气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不如大家都一起搞错吧？怎么样？不错吧？一年，有啊，真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乐于分享的人啊。就这样的事情呢，也必须要请大家一起跟我分担。如果这个肉是和牛，那它显得高贵优雅，确实。哦，好想吃和牛啊！你这样讲，我就好吃哦。哈哈哈！哎，白头知道哎，这个新贵嘴也是。哎，你知道哎，你知道哎，我去。路过的孤独的肉，叶花最爱吃了，哪有啊？不要乱讲，不要说那种奇怪的话好不好？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把你的腰带分享给大家玩啊！谁碰我的腰带，我就把谁杀掉。啊，没有，刚刚有点，稍微有点小激动，不好意思啊，稍微有点激动啊。那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有人想要擅自碰我的东西，我就把他手剁下来。嗯。如果要把我的尾巴砍下来烤来吃，我就把你的头砍下来去做肉丸子。这算是一种护食行为吗？好像算哦，好像算哦。阿鲁阿鲁讲，太嗨了，我继续看夜花会睡不着啊！我开始睡了，大家晚安，夜花晚安，茶茶晚安，好孩子早点睡觉，哎，要睡得好啊，睡得好，祝你一夜好眠。那如果你的尾巴擅自碰你的腰带呢？这句话完全不会成立，因为。我的尾巴不会擅自去碰我的腰带。比较想把你的脚拔下来啊，那我也会把你的脚拔下来。我没有说错，我说把你的脚拔下来啊。哎，我们的歌单写满了耶，我们只能再安口一首歌给大家了。吼吼，安口一首歌。呼呼，哪只脚？这就要靠你自己去想了。伟仔安安哈喽，特色真的是年初好歌，没错，就连极右的歌都非常好听哦，太好了，它维持着一贯的好，一贯的这个优点。你不知道你的尾巴在你睡觉的时候会自己发尾，我才没有呢，你不要乱说，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好不好？そんなことない。我好久没有唱了，我是不是应该唱一下？你的尾巴不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代替你工作吗？你是在天花板上观察到这件事情的，是不是啊？谢一飞当个代购王，帮我们送订阅给奈奈，ありがとう。等一下，我找一下。Wait。我听你在胡扯。听你在胡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这个是不是很小声啊？等我一下啊、哦。哦，他好像没有很小。好，那喝一口水。Inside Out 我有唱过哎、欸，那首我有唱过、欸，那超好听的，那首歌很好听哎、欸。哦，我最喜欢的那个 DK 跟那个小魔王合唱超好听的、啊。那小魔王就是心疼小魔王啊，要当一个人设崩坏的这个魔王啊。可以呀，肯定个小米娜。続けてる今夜もまっすぐ一人の足跡たどって果てしないだけど君だけはどこかで待ってる笑顔絶やさずに Lay you wellBe no one, be no one Alright 明日の地球を投げ出せない Gonna be the light, be the light Alright 強くなれるよ愛は負けない何かを助け救って抱きしめ心に触れて叩くよ伝われ Be the one, be the light メッセージ送るよ響くよ没错，那个是外传唯一的优点，妈其他都难看要死。那首歌就那一首歌是那个七人十王那个外传最好的一个地方啊，其他都没有大便，烂的要死，大家千万不要看啊，非常难看啊。还真的唱，谢谢，我好了，那是一定。
谢过天的二弟六辈正奶奶的路啊，李洛拜拜，我出专辑啊，那妈那我出你记得要买啊如果我可以出的话，有神快拜。没有 not me， 我只是会唱而已，因为 Billy 都是我入坑 Kamen Rider 的第一部作品啊，哎，赞的啊，赞的，当然是一定棒的啊。嗯，你在澳之前有跟我的替身一起合唱过，替身，以后都跟人家说歌曲是我的 stand 了，好耶，就这么说了，不错吧？哎，我们的歌单打不下来，所以应该要结束了。你喜欢奥子哦？一起卡古伊呢？奥子我还没有看，但是奥子的歌我会唱哎。下次再唱。我才，你用我才。夜花，你可以不要看《龙骑外传》，但你要一定要看《十王忍骑外传》神作《木棉花友》。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被颠覆的那个忍骑是神作啊？我不懂。我不是说不好，我只是觉得说到底在干嘛、啊？十王，你可以把那个事情写得好、做得好的，你为什么就不做好呢？啊，你一定要那个《西游记》的外传才很好，你是怎样啊？故意的是不是啊？忍骑没有了啦。人气没了啦！本来一个又是冷气的啊，结果没有冷气啊，被他给弄掉了、啊。都是死亡啊，在那边搞啊，裤子也不见了啦，机器也不见了 ，key 盖也不见了。妈的，这种死亡！那外传都一走那么好，然后结果这个骑士都被你弄没了，你知道吗？被你弄没了，原本有啊，被你弄没了。就他们在搞啊，有的被爱弄到不见啊，就是忍骑变成正史，真的没有忍骑变成弟子啦。呜、这一定就是摘牙的阴谋，因为他的腰带是得摘牙腰带，得摘牙多来吧，那一定是摘牙的阴谋啦。可恶，怎么跑出个弟子呢？我的忍骑不见了啊，我忍骑没了啊。再唱就下不了班了，哎，确实哎、欸，哎，十一点了耶，我去，确实。我去他超棒的好不好，我们的 AIM 最棒了。嗯，这句话可以有两个意思吗？我们的 AIM 最棒了，不要洗版啦，去你妈的，写不下啦，走开，辛苦了，有梦辛苦有梦，我才哎、欸，又一个我才，刚刚那一首就是暗口曲啦，刚刚那个 Beat One 就是啊，三百写不下啦，去你妈的，你没有看到写不下、啊、你没有看到我们的歌单写不下、啊、你以为他为什么做那么长，没错，就是因为写不下，你自己看写不下、啊、都抄出来了要跌上去啦，完了，现在才是真正的 uncle 啊！哎、欸，可是我好像我还会唱 Inside Out 吗？我们可以听一下，然后看我会不会唱，不会唱算了，不会唱算了，好好听耶这首。我看看啊。だけ追い求めてゆく旅の途中、消えていい命はない、僕なりの最善尽くすだけ、簡単に勝ち負けて切り捨ててゴールを目指すのは連れて行くよ、制覇したいなら見極めたいなら、イラつく血こじらすヘイト
壊してクリアするしかない。眠れる真実叩き起こすまで追い詰めてく真剣さら。閉ざされた空間で動かない時計を見てるだけ。誰かを欺いてもフィルムに残るのは後悔さ。意味に誰絡み合う世界線。自分蹴散らしクリアするしかない。チョイスの大阪自由の意味なら抜け出せるさ真剣さら。蹴散らしクリアするしかない。チョイスの大阪自由の意味なら抜け出せるさ真剣さら。制覇したいなら見極めたいならイラつく血こじらすヘイ壊してクリアするしかない。眠れる真実叩き起こすまで追い詰めてく真剣さら。赞的嘞，赞的。刚刚那个是 DK 的版本，刚刚是 DK 霸将啊！我只会唱 DK 霸将，我才不会唱 GO 霸将哎！虽然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才不会唱那一首呢啊！我一定是，当然是 DK 的版本了。站着。他只有顺序不一样而已，还有那个一些。伴奏出来的位置稍微的一些方式不太一样，但根本就是一样的歌啊，基本上是一样的歌啊。那老子当然是唱 DK 的版本，哼！我从一开始听歌就听 DK 版本，然后听了时装版本说，哦，听一次就 OK， 好 OK， 我要关掉。抱歉，可爱龙龙，我迟到了，今天上班忙了点。哦不，你问啥 ？Oh no， 该死的班，害你迟到了。我都唱完了，一二三四，不不不，十五首歌了哟。阿狗唱完了呀，不准再刷了啊！再刷全部300啊！你写不下了啦！哇，今天好厨哦，今天太强了吧！今天厨到不行啊！Oh my gosh, oh my gosh， 强的强的，再刷就把你们绝版！今天唱到12点对吧？哪有啊？谁说的？谁跟你说的？谁跟你说的？谁骗你啊？可以300，阿狗狗，我去你妈的是怎样啊？你一讲300，有人更兴奋啊 ！Oh no！ 我不300你们，我不300你们，单手把他们全部300掉啊！没有开玩笑，对不起，没事，不要，先不要，我说说的，我说说的啊，不然等一下真的很多人都会不见了。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增加扳手君的那个工作量啊？他很辛苦的哟，他很辛苦的哟。就你们在那边搞，就你们在那边搞啊，想要被300怎么样呢？
他一直都在啊，他一直都在啊，只是他就是没事不会讲话而已。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扳手啊，不像你们整天就只是想要想要夜花三百我，想要夜花变我，哼，哼，这扳手辛苦欸。他不是说每次都是有事情，你知道，几乎都是有事情，就是啊，可能要整天需要劝导一下聊天室，他才会出来讲话。因为现在他就是傻眼啊，他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傻眼看着你们啊。他多无奈啊！哇，真的是吼，真的非常非常不优美。让猴子好好休息吧。谢谢你，月灵，你真贴心，你真贴心啊！你感到。夜哈晚安，宝宝。涅普晚安，宝宝，宝宝。我绝对不可以出手被人，这样就顺了你们的意，然后你们就会开始一样画葫芦，每个人都学他这样。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样我变不完啊，我变不完啊。我们的观众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你还有在变人，我其实觉得很不应该啊。千里拜拜，你也辛苦了啊，辛苦了。嗯，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个这个礼拜行程表吧。你们看这张图画超好的，根本是我！你看那个大波音波音哦，根本是我，根本是我。但虽然那个图有点被截掉了啊，但是它其实下面画的那个运动裤，根本是我，就是我在穿的裤子，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穿的款式，太强了，因为我很喜欢这种裤子，我超喜欢这种运动裤的。你们可以去 Twitter 找那个原图，哦，超好看，超会画，超喜欢那个运动裤的。虽然有很大的理由，除了穿得很舒服以外，有很大的理由是因为现实穿的短裤，穿的短裤也是这种感觉的，知道吗？对，所以一部分的原因是 sense， 一部分是穿得很舒服很爽。我都没有在付钱啦，我都没有在付钱的。你刚刚是不是离麦克风比较远？哦，没有，因为我把声音调回来了，我把声音调回来原本的大小。我在唱歌的时候是缩小的。不然会太大，会爆音。嘿嘿，我讲话我就把他说，我就拉回去了。天啊，这根本就是你，对吧，蓝宝？对吧，蓝宝？根本就是我吧？我的大姐，太强了！那个马尾，那就是我。天，太强了，这就是我。哦，然后我讲了一件事情，我记得昨天的时候，我说啊，我们下个礼拜再去玩 Pokemon 哦。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欸，不对啊，靠北，我这礼拜没有拍 Pokemon 欸，对不起，忘记了，拍谁？讲完我就忘记了。男宝乖乖去折纸，哎哎哎！一堆人在洗屁啊 ！Oh no！ 对我忘记了，我忘记我没有拍，我以为我有拍，然后我就跟你们说，我下个礼拜再来继续 Pokemon 啊，然后大家可以看行程。哎、欸、对哈，我没有拍欸，哦算了。那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是 Duelinks 的错，是 Duelinks 的错，都是因为他开放 Brands 世界，所以我们要排一天给他，他把 Pokemon 的位置给挤掉了，是他的问题，这一切都是 Duelinks 的错啊！代购王，你回来了啊！下班哦，很晚了，辛苦了，我是盖桑迪斯塔啊，不好意思，刚我们歌会的部分结束了 ，sorry。对的是 Duelinks 的错，对。他28更新，但是我要看一下，就是我要不要做一些事前准备，说把它排在30号，我把它排在30号。然后其实排礼拜三 Exit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天有夜市可以买啊，所以那天可以去买夜市的东西吃。笑死。啊，只是因为这样而已啊！礼拜四就是啊，该多一天，让我缓冲看要不要准备什么东西啊，所以就把它拍礼拜五，就这么简单，哈哈哈，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没有任何其他缘由啊。反正都要看假面骑士啊，不如我要拍礼拜三，反正那天有夜市可以买啊，我可以买那边晚餐吃啊，对不对？我是天才，天哪，我好棒，我好棒，我真的是天才 ，Oh yeah。谢谢镇定，我的超人消失。好、哦，那礼拜一、礼拜二，反正就先休息。我这个礼拜太累了，我们要多休息一点。礼拜三 ，XZ 不用讲了。礼拜四，我要玩《女友的秘密》啊，《女友的秘密》那个。
个游戏好像有十个结局还是几个，我忘记了，蛮多的，蛮多个的，所以我不知道会玩多久，我们看玩多少算多少哈。我为了玩这个游戏，我死都不看人家的实况，我只是看到人家的标题写然后十个结局啊，我就我靠，十个这么屌啊，我操，好喂，我就想着那礼拜四来玩应该不错吧啊，应该还不错啊，就砸死了我都不要自己抱怨自己，就看到人家的影片标题这样写，就瞄到了，因为我有在关注的实况局有玩，很想看，但是不能看，因为我要自己玩。修改奈迪斯，修改奈迪斯。OK， 那我们9月30号礼拜五的部分，我们是玩游戏王Duel Links 又上 Duel Links 那其实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那我回答一下，我一直以来游戏王我都是用我自己的账号，我从来没有用别的账号，我从来没有跟他借账号过。只是我用不同的账号而已，嘿嘿，但都是我自己的啊。那天应该会玩，应该会玩日本吧，因为如果我要抽卡包的话，我应该会抽在我的本账这样，应该啦，我在想，应该啦，大概也许，嘿嘿，铁老婆，哎，全都是花，没错，都是我。啊，礼拜六就逆财啊，因为逆财，我很确定那一天就跟大家说，哦，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玩哦。我有确定我有讲到这件事情啊，我就已经排好了这样。那 Pokemon 就被游戏王挤掉了，所以游戏王的错啊。请问你要当无形紧身衣打牌男的吗？那是一定没错，绝对要的 ，definitely 绝对要的。我最喜欢我们的 Playmaker 啊，我老婆最香啊。游戏王坏坏，对，游戏王坏坏。我礼拜天是歌回啊，一要就是乱唱啊，我就都很乱唱，没错，每次都这样，我们每一次都这样，对吧 ？OK。没错，问就是 DL 在搞，没错。哦，我婆拉很久了，开玩笑。我从我第一次看 Brands 我就爱上他了，好吧？干，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帅啊？有座为什么帅啊？大概这种感觉哈。啊，之前直播上我也有提过，我也要买他的那个可动式的 figure 啊，因为我很喜欢他。我有时间跟台啦，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太棒了。抱歉了 ，Pokemon， 对。玩一下吐槽一下，还敢吐槽啊？我认识他比你认识还要久啊！不，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要久，应该要这样讲。那时候我又没有做 VTuber， 那很早之前的事情。香的香的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那个角色，但是我很喜欢他。低调的学生，突兀的发型，没错，没错，无情紧身衣人，没错，他是无情紧身衣人。我喜欢连马鱼者，他很棒，都是我回家的好帮手。那是的，那是一定的，没问题。跑完就会有位置跑 BW 啊，对啊。游戏玩的话，我感觉我只是啊，我们看他更新了什么，然后我可能就是我们开始我不知道乱爬，看有没有打个什么吧，或者什么活动这样，什么乱打这样。我今天什么乱玩，然后下个礼拜就不会再排他了。游戏王史上第一个从头到尾没有输过的主角，他是不会输的，他太强了。即使他遇到了 anti skill， 遇到了反技能，他也是不会输的啊，他也是不会输的。游戏王远远想到龙族九宫格，那得 Exo 剩下那个剧场版跟外传了，也是我们这个礼拜把它看完，这个礼拜可以把它补一补啊。TV 片看完了啊，我们剩下剧场版跟外传这样，OK 的吧 ，OK 的。但我不知道他会出怎么做怎么样啊！我记得我朋友很鸡掰啊，我朋友很鸡掰。他说如果隐藏角色是那个 Go Nizuka 的话，他就不要解了。我就不是，他还说，我本来以为隐藏角色会是可爱，我以为是女路人呢。我说去你妈的，才不会是他嘞！他是女主，他是女路人嘞，他才不是隐藏角色。结果他说是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他妈就不要了。我说我想等一下，你说的是没错呢，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赤原黑暗面那个剧场版的隐藏角色，我连解都不想解。女主，我已经不知道他是不是女主角了，他好像不是女主角哎、欸，他好像不是哎、欸，好尴尬哦。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在看游戏王其他的作品。至少你可以明显的说啊，比如说 Kotori 小鸟是加油的女主角，你其实你可以这样讲，她算是一个女主角这样子，还行，还是认得出来的。但是第六代
这个女生已经好像是路人，你知道吗？她已经不是配角而已了，她是跑龙套的人，你知道吗？不会让你联想到说，哦，她跟主角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就好像我可以说阿斯特艾尔是女主角，但是我就不会说小鸟，我不会说小鸟是路人。但是这个第六代不一样，第六代是这个女的是，她是谁啊？欸，有这个人，有这个角色存在吗？こんなキャラクターあるんだっけ？这她的差别很大吗？这样一讲，好像真的想不起来，我真想不起来了。还有讲个名言啊，海晶衣女是我用过最棒的牌组了，回去打你的 Tonic Star 好不好？爱才女主吧，可是爱后面被写崩了。我觉得爱讲后面的行为我觉得蛮累的，蛮智障的。我没有恶意，但是蛮智障的。没有，那是我们魁妹的名言，好不好？每次看到他讲到那个海晶玉女，我就一肚子火，你知道吗？一肚子火哎，欸！可以请你不要碰那个牌子吗？我哪有错啊？我哪有错啊？没有啊，没有啊，那个就好笑啊！他只要乖乖打他的 Tonic Star 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打那个呢？讲到 Tonic Star， 我就会想到，你们知道5DS 里面也有 Tonic Star 吗？没错，我们的 Kuro， 他还说他是基于 Five 弟子的 Tonic Star， 我就想到你是花样明星吗？不，我觉得他不应该去使用海晶衣女，他打的算了，没事，算了，没有，算了，我不会玩游戏，算了。我只是觉得后面演的太烂了，然后他用海晶衣女的牌子，我觉得只是在毁了一切而已，他只是在毁了一切而已。毕业服都没有的黑羽绒，我也疑惑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黑羽绒没有毕业服？为什么？难得，我疑惑过这件事情，我还问人家，欸，就没有啊？好吧，海晶很好啊，那是他不好啊，人的问题好不好？人的问题，海晶很好，超棒的，阿可啊也超棒的，按说 R1 就。有这个角色吗？哎，这个角色是存在的吗？あれ、そんなだけ、あれ。我才，小小你在说啥？你不是早就来了吗？你才没有我才呢！来吧，女路人。哎呦，这个人吗？奇怪，哎，他为什么会混到我们那个主角团里面去啊？这个人是谁啊 ？BF 的新卡是真的有用到黑羽绒了哦，而且是用牌组同步召唤跳出来，然后黑羽绒是跳板，可怜，该为什么？难得，花样明星只记得被男二七美拉逆转，怎会如此？那你应该要记得圣天树妈妈呀，你应该要记得圣天树妈妈的部分啊，那集超好看的，你知道吗？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我刚刚装模型装忘记了，好蚊子混蛋，好蚊子混蛋，所以男二才是女一这样吗？Friends 的女主角应该第一季的女主角是领导吗？然后二跟三我有点不好说，我有点不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那个女的就是已经连配角好像都不算的那一种程度。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有几集要看她打牌，欸，奇怪，这个人打牌关我屁事啊！抱歉，是有点过分啊。你别说，我还是很喜欢 Blue Angel 的第一样的造型的，我很喜欢的早期造型。他后面就不好了，两个黑人发现那个手牌事故，哦，那个超好笑，超智障的，互相演绎，然后互相那边哈达里，我在那边虚张声势，你听不出来啊？但其实我的牌超烂。啊，这个打牌为什么开心？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完璧な手札。哦，那超好笑的，你们可以去查，超好笑的，好看的不行。好，没事啊，我其实姑且他也是里面的角色是吧？嗯，没错，对，没错。
他的变化很大啊，他从很可爱的像是那个偶像，然后变成了像探险家一样的女孩子啊，变短发其实蛮好看的，但是短发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Blue爸爸了，就变成了大神了，这是一个可惜的角色啊，毫无感情性可言的可怜的角色。谢谢你 Prince， 你总是带给我无限的惊喜。你有人记得不啊？包曼那个贱人，操！哦，干，我不喜欢那个角色。反正从第二季开始就很难看了，我心里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超难看的。我完全就是为了主角才留下来看的那一种，主角跟领导吧，跟他的女朋友，哈哈。啊，其他部分都难看要死，我一直都不想看哦。毫无存在价值的 BOSS， 确实，谢谢你光哥哥，你是我的背锅侠，谢谢你光哥哥。大概那个第二季后面是这样吧，感觉吧。谢谢你，你又背锅了，谢谢你。还有什么毫无人设的 Windy， 连人设都假的啊，太强了，谢谢你，神作。汉诺的崇高之翼，泰森哥布鲁克。你不觉得领导用对闪光防御的时候很好笑吗？他用那个 Tensing Book 的时候，简直就像是我在看 Dio 的武力一样智障，你知道吗？光哥哥，你的连击魔法呢？光哥哥要写死了，不能用了，对吧？开高走低的作品，没错，至少第一季很好看吧？我很喜欢啊，后面就拜拜。对，他完全没有日常，没有日常就算了，可以写这个样子，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还有突然冒出来的什么转身元素，我去你妈逼啊！不要让我看到那个人，不要让我看到那个人。哎，好了，不然出来的话应该是拿一下了，姑且是拿一下那个角色了。CV 韦玉贵啊，可以的啊，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等到9月30号，我们再看看就是他更新 Friends 世界更新什么。V 六的反派都是智障，没有制裁之前不会打牌。那是一定的，他们都一定要用那个酷东西才会打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季那么好看的原因吗？哦，喷完了啊！每次讲到 V 六就一定要臭一下啊！太烂了！哎，我不知道哎，是吗？Playmaker 牌组没有拿过冠军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就是实卡的部分，我确实不知道。DL 开包曼一定暴怒，干包曼活动一定又是那种累的形式啊，一定又是那种要大家一起打那个暹诺王什么的吧，干烂游戏。然后如果要拿他，我还很不想拿那种。然而制裁之戒是张废卡，我们这个动画不太适合参考。动画就是看爽的，画画好细啊，因为很烂啊，因为我很喜欢的作品被他搞得很烂，所以我很讨厌呢，却很生气。一切都好好的，原本第一季都好好的啊。蚂蚁者顶多上位主流，现在退环境了哦。他没有冠军，可是他在作品里面他是无敌的，他是不会输给任何人的，因为他是我们作歌。我大 Playmaker 是不会输的，他如果输了，那一定是你做梦梦到的。好，没事啊，闲话讲完了，我要发出，我们礼拜五再来发出。你们应该都已经看完了吧？啊，看完了耶！已经消失了，他是要在我心里，你给我闭嘴！呜。可以，我没有要干嘛吧？我看一下啊，大家辛苦了啊，辛苦了啊！几千亿元输了，我怎么做这样的梦？对啊，你不要做那么奇怪的梦好不好？现实是残酷的，蚂蚁者用起来很爽，然后对面一张落雷，谢谢下一场，这不是一直以来都会发生的事情吗？一只梦的咕嘟哒啦。你怎么能够得到了？哎呦我去！哎，YouTube有红猪可以看呢、欸。
有点想看红猪，想要重看红猪。你们知道红猪吗？超好看的。还有《深之行》哎，我操！太强了，他还开始推荐一些奇怪的电影给我看了。来试听，有人要看这个吗？现在来看，靠北哦。老，但我知道，这部应该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们也许小时候应该有看过吧，电视上看过之类的。《深之行》以前我去电影院看哎，然后看到哭，呵呵。因为它出现在我的推荐电影里面，还有《哈利波特》《凤凰会的秘密》，我操！凤凰会的秘密，我操！那空姐老太婆超强的，对啊，《深之行》很好看，《深之行》很好看，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蛮好看的。如果你没有看过，好看，非常好看。你看一半而已啊，要不要考虑花一点时间把它看完啊？我觉得很好看，我那时候看到哭哎，在电影院跟我朋友哭在那边，哦可怜。对啊，凤凰会有够久哎，2007哦，哦超久哎。虽然红猪1992啊，甚至是我跟大学同学看的还不错，真的不错。我们的第一毛已经屌到可以出剧场版了，太强了吧！我退更很久哎。可我不知道啊，有一些人死性不改，我跟你讲，他看了他都不会理解啊，他都不会理解这个霸凌一些行为啊，对某些人来说会有造成多么深远的这个影响啊。没救的人，跟你讲，看妈的，他看了他也是不会懂的、啊，他什么都不懂，没救的人就是没救的人。昨天熬夜把86看完了，也是快看哭。86应该很好哭吧？就我的理解了，虽然我没有追啦。OK， 好像我们的 YouTube 没有什么人在开了。加害者变受害者才能够体会吧？有可能。确实，没被霸凌过的永远不知道被霸凌是什么感受。确实，你没有成为被害者，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只会讲就屁话啊！我偷偷跟你说，奶油看到哭了，哎呀，好可爱啊！哎，他在现场吗？应该不在吧？你这个偷偷跟我说，已经是在场这看直播的人都知道了耶。哦，靠杯大家都知道了耶，啊，大家忘记这件事情，大家忘记这件事情，我刚才把它念出来，请大家忘记这件事情。哈哈哈，奶油会哭啊、哦！你怎么这样讲话、啊？都这样讲话，奶油现在也会哭的，确实。然后他该不会开心跟着想要把后头掐死吧？或他也可能想要把我掐死，对我可能也会一起被掐死。好了，大家都辛苦了，对，同学没错 ，YT 辛苦了啊，退席辛苦了 ，YT 拜拜，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啊。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不过最后真的非常感谢，来听我唱歌的人，因为今天有那个很厉害的姐姐出配信嘛，那她唱歌是真的很棒。然后我就想说，干那个人，我的今天的人可能又会很少吧。但这其实比我想的还要多，非常感谢你们，不去听她唱歌，跑来听我唱歌，好爽啊！感谢大家，再见。你唱歌是最好听的，哎，你怎么这么会讲话？我操，那你是怎么吃了什么糖果吗？哎呦，今天有啾啾，对啊，超赞！我非常感谢你们把我放第一，把我放主推，把我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姐姐想教会13个月，阿里嘎多在 mas。准时9点，怎么可能去其他地方呢？呜、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呜、请你像我爱你一样爱你自己。
阿虫既然讲的这么抒情的话，我好害羞啊！感谢你这么说。说到唱歌的，我第一个想到阿花。你们人真的太好了，你们人真的太好了。但是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Love you guys， 拜拜，拜拜，赶紧的把 YT 关掉。